Betty Saunders.到底那个 key 的部分。啊，那个 key 三点。想用一支蜡笔把你画出来。谢谢。你看这个人一直翻歌本。那一晚起初的人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飞散不去我你的传说感觉温柔真的有点都不服气你的脸色这归类为搞笑片段，是这样的意思吗？这什么啊？不归类。对啊，这就是。预备起。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虽然你其实我不会唱。忘了有，忘了有多久，忘了有，忘了有多久，人家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了我已经拍了2分20秒，结果没有一个正常的片段。3分正常。那个，没问题吧？哎呦，英文歌的意思是你会弹哦，也会唱哦。It's Kikri。啊的，所以就来个加州旅馆的意思吗？哎呦，这个是心中的日月。说说我的事。说说我的，我这的三花呀。我有点不好。这个吉他手今天有点怪怪的，是不是因为我昨天看到那个太强的吉他手，所以现在我觉得你落掉？嗯，我落掉。其实那个吉他手还是酒鬼呢，只是他都没有住地板而已。连那个主唱都那么会唱歌。那什么歌里面？啊，不知道。不管，先开。